智障歌手徐全邦，近日他抽中台彩第五届公益彩券经销商遴选资格，却指控题目对视障人士不友善。那个印章题我就没有办法，然后那个有两题的视觉题，我盲人朋友遇到这一题，可能也是没有办法作答，就放弃。根据台彩官网，这届出题要看图片中的文字，选择对应中奖金额作答。不过台彩只能提供考题语音播报，最关键的图片无法辅助判读。还有另一题，则是要拿起冰果符号印章，在空白处盖章，让它难以作答。是我们事前也不知道这个印章比较大颗的是什么，开始的时候觉得蛮受伤的啦，然后也觉得很不开心了。当下徐先生向监考人员反映，想透过触摸印章判读，却也被拒绝，表示一切照规定。事后他将经过 PO 上网反映，国家考试都是有两种选择方式，但是台彩连唯一的考试方式都不友善对待视障朋友，甚至统计身边视障亲友遇到类似状况至少十人。对此，台彩回复，考题是为了确保彩券经销商具备工作能力，且能亲自在场销售。现在也开放受试者自备相关工具、行动电话辅助。不过，徐先生也反驳，相关规则是经过反映后才公告，恐怕已经损害参与者的权利。记者林正杰、王一婷新北报道。